岗位多，缺口大，竞争小 AIP 让你低门槛快速移民加拿大。什么是大西洋四省？大西洋四省指的是新斯科舍省、新布伦瑞克省、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爱德华王子岛。由于很多人对大西洋四省不够了解，所以在选择移民省份的时候，往往会忽略这四个省。但其实和其他省份相比，大西洋四省的生活质量并不低，环境也非常优美，而且大西洋四省的岗位较多，竞争较小，机会更大。对于移民人士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大西洋移民项目，大西洋移民项目 Atlantic Immigration Program AIP 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大西洋四省联合推出的一项雇主担保移民项目。该项目于2017年3月启动，原计划是运行三年，但由于效果良好，于2019年3月宣布延期到2021年12月31日。2022年1月，该项目正式成为加拿大永久性的移民项目。申请条件：年龄不超过50周岁，职业类别